欢度春节，天气冷，煮姜茶，让身体暖乎乎，出门有精神。现在外面在下雨，喝点慈后宫提供的姜茶，把它加热，把火转小，这是已经由慈后宫提供的煮热的姜茶，我们要把它加热之后，就变成比较可口，身体保暖，有助于喉咙跟减少咳嗽的现象。这就是今天早上准备的姜茶，你喜欢吗？姜茶。